16岁入行，近年主力北上发展的34岁艺人李彩华，自从三年前和90年代被无线力捧的新五虎成员之一的何婉恒拍拖后，两人感情稳定。曾经扬言今年随时闪婚兼赶着生 B 的阿 Ring， 突然惊爆在上个月已经和男友分手。我们联络到身在美国洛杉矶自情商的阿 Ring， 他喊着承认分手一事，强调大家是和平分手，双方都没有涉及第三者。阿 Ring 说其实想低调啲，冇想过要公开分手。近一年双方都有谈过怎样可以再走下去，但冇办法，大家好冷静地谈过好多次，但最终步伐不同，结婚理念都达不到共识，不能够一致，所以唯有忍痛分手。虽然已经分开，但两人仍然保持友好关系。阿 Ring 提到旧爱是一个好人，有好多优点。分手时旧爱仲同佢讲，无论以后怎样都会当佢是一家人，会继续关心佢。阿 Ring 深信对方是佢遇到最好的男人，但奈何大家已经走到尽头。阿 Ring 而家只希望可以俾多啲空间佢哋，因为双方都好需要时间康复。